客不断。螳螂在哪儿？你好 ，Hello。这什么游戏啊？不懂啊。寻宝吗？广西被誉为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，而在青秀山里最常见的就是唱着歌的游客，因此你们在这里的捕获任务是民歌接唱，请来领取民歌接唱。我们会唱的也不多呀，唱出民歌的上半句，让市民接唱下半句，接唱成功的市民越多，获得的货物越多。啊，这个会。好比春江水，谢谢你的带来的浪漫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来人来人马儿跑。好的，非常好，哇，我们好厉害。任务限时3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有没有会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的？唱山歌嘞。好冷漠的人啊。没有人会唱吗？有没有会唱这首歌？山歌好比春江水嘞，这边灿烂，那边红，那边红。回答错误啊！歌词里面不是那一句。哦，是那个啊、哦！好，我们再来一下。山歌好比春江水嘞，不怕探险弯又多，弯又多。好，恭喜接唱成功！太厉害了，天哪！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下个找你。是这个简单吗？好，就他了。我们抓一个年轻的吧，抓个年轻的，让他唱山歌。不要跑，不跑了。谁跑得最快找谁，就他了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就他了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挥动鞭儿向四方，百鸟齐飞翔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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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少南山，谢谢您，找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会唱山歌吗？我不会唱。你不会唱啊？你有没有会的歌？你展示一下。爱你孤身走暗巷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也不会怎么样，是不要我跟吴亦凡也不会。哎，这个阿姨好。阿姨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想跟您一起唱首歌。唱歌吗？可以，我试试吗？哦，好，试试试试。变花篮，变个花篮上南山，南山开满了红牡丹，牡丹花儿开得艳。唱得很好，但是不了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是那个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下。休等一下，我们怎么去数那个花？阿姨们，这样两，我们是什么两什么花？两，用那个字，那个字。南山开满红牡丹，朵朵花儿开得艳。好，恭喜接唱成功。怎么记歌词这么厉害？还有什么？山歌好比春江水唱了。先这个简单吧，先。好，就他了。真的，往那跑。咱们牵起了你的改动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貌。牵起了你的改动来，让我来看你的美貌。你的脸儿有真漂亮啊。
好像那月亮上三堂。回答错误。那么谢谢您，那我们可以找下一个。这有点难，有点难，试试啊，挑战一下。好，试试，试试，试试。月亮出来两弯弯，两弯弯，想起我的阿哥在身上。天哪，我们找到了民歌团啊！18岁的歌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，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，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18岁。每答对一题积一分，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啊，太难了，随机的喂。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的。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几年的吧。哦，是我们里边的谁的18岁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老歌统一，就是报这二位的。Thank you 啊 ，Thank you 啊，好猜好猜。那你应该是12年，我一样。我觉得他还有10年。你18岁是15年。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4首歌里面挑选一首。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3首里再挑选一首。好，好，那18岁的歌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。18岁的歌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快去，快去。什么呀？去，出去！哎，李晨儿，哎，干嘛？快点，出去！哎，我是维持秩序的啊。他们都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。我们知道。那咋的呢？那咋的呢？知道。龙飞说，龙飞说，凯哥，这啥歌？走走，走，给给点提示，什么歌？给点提示。给点提示，不放了吗？不放了，走。才放了2个音。哎呀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能听见？你能知道吗？ 我知道啊。来，你来。啊，走，我们队都走了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宠爱 TFBOYS， 然后是卓璇的18岁。回答正确。Yeah! 你咋都没接触？咱是一个年代的。我明白。我把这首歌唱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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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啥也没听出来呀。第二题请出歌。马天宇。好，让你让你。马天宇该死温柔。对，是的。谁的18岁？是你的吧。说一个就行。不是我们队。傅龙飞这18岁。错误。怎么可能是我呢？马天宇18岁差不多吧。马天宇该死的温柔。你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说是陈哥的。周深的18岁。回答错误。啊？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，是一个女生版的？是他的。是他的吗？前面就是这一版。好，马天宇该死的温柔是弟弟的18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，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。让我心在痛在在流，这难过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。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
的借口。你这样，下次你抢第一个，我排你后。先抢再说。对，先抢了再说，咱自己补充。来，第三题，请听歌。先抢啊，抢，抢！但我真不知道这个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！你先站那儿听吧。干什么？龙飞，你先站那儿听，还没上。哎呀，好熟啊！啊，不行，继续，我知道。插队，插队，我后边去。我这带牌，我告诉你，带牌，我滴滴带牌回来。你这知道？你这公共厕所在这儿？拒绝黄牛啊！听都没听过。电视剧的歌啥呀？啥呀？我不能告诉你吧？我要告诉 baby。咱俩他是别的队的，他是别的队的。何哥，请回答。芬妮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错了。没够。我不太记得歌手名。北极星的眼泪。北极星的眼泪。凉。排队排队，我知道那个男偶，我知道你这儿来，你排凉，别再说了凉了，你凉凉也是张栋梁哦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张栋梁，谁的十八岁呢？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导演，你就说我吧 ，baby 的十八岁，错啊，错了，大凯哥，下去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周深的十八岁。哎呀，我还没生呢，那个时候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为什么是哭腔啊？白鹿的十八岁。我跟白鹿是一个年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傅龙飞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正确。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张栋梁演唱。没法玩了，能不能把周深开除？我来帮一下你们吧，我给你提答案。你再回答我就给你扔湖里。好，我没事，我可以变成大鱼。第四题，请出歌。我先给你们排掌。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。这个不行，这前奏听不出来。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。想让我们幸福吗？啊！哎呦！咱猜年龄就巧了吗？听他说歌名，这歌有点小众啊。我知道，这人唱歌的人是谁？龚琳娜，龚琳娜老师，法海你不懂爱。法海你不懂爱。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。等一下，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，排除。是我的，我绝对不是你。白鹿。不，绝对不是。我觉得是他。卓璇。卓璇。回答错误。然后我猜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法海不懂爱。然后应该是。郑恺的十八岁。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我的十八岁。错误。陈哥的十八岁。喂。谢谢龙飞，谢谢龙飞。白鹿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谁的？白鹿。哦，十八岁。我刚说的是哦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呀？盘点歌喉。绝了，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。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。白鹿真的很爱唱歌，我作证。第五题，请出歌。哎呀，这首歌最近很红的，就是我的杨千嬅，凯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孙燕姿 ，Baby 姐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，Baby 姐。回答正确。沉默也痛，
只会呼吸的痛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黄丽玲，对，都是那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。收。白鹿，你是万年历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公平，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。来，下一题。好熟，很熟。先走过去，先去排个队。先排队。来来来来，请，请。啊，好熟啊！好熟，好熟。这啥歌？是首老歌。好熟啊！好熟，好熟。哇，我是被你扯走的，你扯掉的。哦哦哦！哎，你别走呀！那我不记得原唱。我是囚鸟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应该是囚鸟。这是谁唱的来的？这好多版本。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？这是那个女生的版本。女的。那女的叫啥来着？给点提示，快点的。这一分都没有的这个。以前有些什么歌？陈慧珊。陈慧珊不是。囚鸟。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？囚鸟，就跟我一个年代的。哎，你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我来。你排下去。后面都是我们的人哦，那过来吧。囚鸟，我不知道是谁。你瞎说一个也行啊。不知道啊，瞎说也说不出来啊。想不起来了。彭羚。然后沙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谁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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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彭羚。彭羚。彭羚哪记得？哇！六六六。六六六，真的六六。谁的十八岁？你的十八岁。沙哥的。没法玩了，这比分太悬殊了。我听歌太专一了。只听周董。只听周董。真的太专一了。来下一首啊。说的秘密，周杰伦，我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哇你说再见，放下会走更远。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，还是很好听啊。哦，是那个电影的时候。对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让我们相恋，这一季的秋天。好，士气提起来了。哎呀，不像歌手。啊，九妹，歌手是？不知道，这不属于我们的是吧？这个是沙哥的强项。九妹，歌手是黄鹤翔。哇，可以捡答案了。你别打，我没说，不代表我说错。李晨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哇！我不知道这个歌手，你俩不是一年的吗？一年，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。是李晨和沙溢的十八岁，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。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。谁说的？我可不是专业歌手。我也不是专业歌手。我承认，我承认。我承认，我们俩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来我来我来我来，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啊，这首，哪首？这首，一般都是这个手，行啊，一般这个手干啥？对，啊，这啥？对，变脸，川剧变脸。哎，可以，哇！你看这个都不提示的，我都没看见，你别，五个字，我没看，看一眼，再看一眼。哦，五个字，五个字啊，这要怎么摆啊？五个字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对，
对对对，哦，哎，这个是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哎，热身运动是吧？不是，热身运动四个字啊，五个字。你现在感受到这是什么吗？风，跟这有关。对对对，风，不是，他得这样，他得这样。两个膝盖，你两个膝盖并到一起，两个膝盖到一起，分开分开，两个腿分开，分开，膝盖到一起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对了对了，跟风有关，马力电梦路。这个难，这个难，这个好难，对，六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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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看这家越来越多，六个字，跟上面那个顶头，顶头，顶头。那个手摆的迈克杰克逊，哇，迈克杰克逊，对，好，两个字，这个简单，太简单了啊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啥呀？又敬礼，警察，进了，进了，敬礼，要进了啊，进了，进了，敬。进交警，交警，可以可以，摆的好好的。啊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成语，成语，成语，这个跟这哪儿？这头发，这哪儿？下巴，这个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脸，下巴，这是哪儿？耳朵，这是耳，挠腮，这是耳，挠腮，抓耳挠腮，你的东北话都出来了，抓耳挠腮，哎，三个，三个字，是这样吗？几个字？是这样。三个字，蜘蛛侠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回答问题。举手。哦，小学生。奥特曼。难题好难啊！非常，还行啊，相当聪明。几道题？如果不算刚最后一题的话，是六题。谁算一个吧？那必须不能算了。第二组身不由己，请准备。第二组身不由己，请准备。It will be the perfect finish for the rock star。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捏着，哦，抓着，抓住，往前，呀，再来一遍啊！得摆弄他，啊，摆弄我，不是，你得这样，仨字儿的，是不是？一呀，是不是？棒球，不是，怎么成棒球了？一项运动，你得先，哎，一插，撑杆跳，哎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他的歌，李荣浩。歌，李白。歌，叫什么来着？想不起来，那个名字来了。那名字叫啥来着？模特。啊，对，模特。啊耶！浩，荣浩哥没来就跟来了一季似的。哦，几个字？蹲下，蹲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啊！就这个动作，用这个，霹雳舞。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。其实也是这样，这样就是这样，对。然后往前走，对。不，蹲着，不，对，大一点，这有个东西，然后转。三个字，电风扇。这要空。开心，你先笑。笑。笑。啊！笑。啊！这什么？啊！这什么？那是中间是空的。摇摇乐。四个字，接近，是在那个范围里边的。木马，旋转木马。我的妈，给我们俩都转晕了。这个我们先对不起你了。啊！回家。我的天！
不，这个不在这里，这不在这里。哎，瑜伽几个字？两个。瑜伽两个字。你现在的感受说出来，这个是痛苦。妈妈。啊！哎呦我去！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我们在干嘛？对。哎，我要坏了。哇！几个字？下棋。躺下，看到没有？几个字？下棋。躺下，看到没有？哇！周深直接给他了一个抱摔。往前。干嘛呢？什么？匍匐前进。这好难，跪下吧哥，哎，跪下，躺下吧，趴下吧，脚要过来，脚不能趴，不能全趴，屁股要起来，屁股起来，屁股起来，你可以一下子从这样，然后对，你现在，对对对，来，然后手足开机，大跑跑机，酷酷开机，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。猪猪嘎皮是什么？猪猪嘎皮，猪猪嘎嘎，然后猪猪嘎皮，嘎跑跑皮，猪猪嘎皮变形金刚。还没到时间，下一题再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哦。先跪着，比较接近。这有个经典动作啊。那个他的动作是五个字，什么？代表月亮消灭你，接近，什么？美少女战士，换一个，这是看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都是这种啊。你看，你注意，名侦探柯南，时间到。为大家公布一下这项任务的最终成绩，猜中词数最多的是周深和晨哥组。哇，你干的好事儿，你人还怪好的嘞，我真的谢谢你啊，你人还怪好的嘞，我真的谢谢你范丞丞，你看我对待工作永远都是一视同仁的，从不摆烂。你指出我是在指谁呢？接下来请晨哥和周深挑选四位成员到榴莲树前进行验证，如果榴莲树冒出白烟，说明四人中有接触过燃烧粉的坏人，如果榴莲树的果实成熟掉落，说明四人中有继承人，如果榴莲树没有任何变化，说明四人都是普通的家族成员。我们五个前辈大概率上是不会出现背叛者，这个概率居然高达100%，所以得从他们里面选。对，嗯，我是觉得从他们里选一个的话，就是很明确就能找到到底谁是背叛者。哦，相当于一个一个的验证。对，一个一个的验证，要不然很容易混淆，是没有用的。哦，还能这么玩啊？又到了玩推理的季节喽哟，今天我们看看有几个傻子会被观众骂。当真受不了了。醒来，发现自己。说的越多跌的越惨呐、啊、是吧白鹿？咋了，你之前有什么精彩发挥吗？有，然后哗啪啪打脸那种。快别提了，推理我俩都是闭嘴的那一挂。现在其实我觉得就先给好人身份也可以，就你验出好人来也是可以的，他是双重的。但你验出好人就要被坏人盯上了。哦，对，继承者也会被暴露，不能够暴露自己的继承人。如果说选到了继承者，坏人也要猜继承者到底是在哪一边。那我就这样吧，很简单，我们先选范丞丞、王鹤棣、雨琦和 mini。 可以 OK， 两好人和两个不确定是吧？对，陈哥其实现在觉得应该上去的都是好人，就我们先给好人，那肯定是好人嘛。对啊，只是两个女生现在不确定嘛。来自现代的六人组里还存在着一个背叛者，今天需要你们所有人共同努力，找出现代的家族背叛者，将其淘汰，来守护家族的荣耀。请被选中的四位成员到榴莲树前为榴莲浇水。来吧，怎么浇？不是喝，不是浇到嘴里面吐吗？
我们俩说今天比谁更显眼。哎呦！来吧，三二一。哎呦！哎呦！什么？抖了，动了。哎呦！来吧，三二一。哎呦！什么？抖了，动了。哎呦！冒出了白烟，说明四位当中有接触过燃烧粉的坏人。坏巧克力，明丽。美队派出两名成员出战，一人在传菜口处用脸部表情描绘词语内容，另一名成员仔细观察并猜测该词语。不能用肢体，也不能用语言，只能通过你的表情和五官的一些动作以及头部的动作来让对方猜。我们的题目会有七个类别，大家可以依次进行选择。我们每组挑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最后比两组谁答的题数多，谁就胜出了。脸部表情，白露，你还觉得你表情包还少啊？你还知道这事儿啊？那我们先吧。我们试一道题，随便出一个题试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。我演吧。哎，你演可以。我演。来，动物要不？动物。可以啊，动物。我要看看他的表演。我学习一下。我这个这几个字啊？啊 ，OK， 好。我们上的是同样的小学吗？这个好啊、哦，来，这个好，哇，好像，不是那个傻狍子吗？那个叫什么呀？傻车的啊，我知道那个长什么样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呀。黑熊，你醒醒！过！你气死我了！这我会。一模一样。行吧，就这样吧呀。那个土拨鼠就是用尽了我所有的形象。啊，对，那个叫土拨鼠。土拨鼠。我忘了，我知道那个。我都知道它长什么样。来吧，绿队。那我演呗。可以啊。杨迪，你出道就靠脸部表情出道的，但也没演过这么负担。这样，来个人物。我觉得你是这个出家的，你说你能弄这么简单吗？我就是靠这个没走远，后来转别的了。没意思，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。对。那我们第一组。绿队挑战自然现象，杨迪传菜，凯哥猜，开始。
这好难啊。也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，吃撑了的自然现象。山洪爆发。这个很行。过。放尊重一点，你放尊重一点，我他其实是对的。下雨，哎，答对，这是下雨啊。被雷劈，雷劈进了，闪电，答对。你看我给你出这个多好，好精彩！火山爆发，流星雨，还是的呀，还是同一个表演，又是流星，不同的层次啊，不同的层次，这个层次不一样，火星撞地球，啊，彩虹，彩虹。冰雹，哇！你是不是看齐啊？怎么都是他？对啊，我太牛了，砸着了吗？是？啥？这开始了？彩虹，七彩祥云，日出，日出。这好难啊，这你要能弄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同样的表演，哎呀，跟日出同样的表演，日出彩虹都是这个。过，这个太难了。过，最后十秒，过啊，日落。来这个日出日落，你真的，我们想每一轮都看你表演。对，等一下，刚才有一个极光，我实在极光怎么演？跟这个极光真的演不出来，极光怎么演？极光很急呀、啊。哦，恭喜绿队第一轮挑战自然现象完成了8题。哎呦哇！压力太大，完了。你们选什么？人物。我觉得情绪吧，你们俩。我们肯定不如不情绪可以。听沙哥的吧，来。情绪。紫队第一次挑战情绪题。对不对？还行。你自信的演就行了。是什么呀？后悔。都上不了手的比克，过一个，还好没选这个，太难了。恐慌。什么呀？我也没法告你是什么呀。不好猜呀，真的不好演，真的不好演。什么要过了这？不行，过。哦。哇哦。哇哦，是一种情绪。这是见到美女的表情吗？哇哦！哇塞！哇塞！哎，不是，哥，换一个。换一个，这行。惊讶。这快了。吃惊。对，一样。雷同啊！表演太单一了，小心要紧张。接着吧，这个领域里，害怕。哎，
你完全一模一样。我知道，但没有办法，这是。好眼熟，又到第一道题了吗？还是这样。表演太单一了。你们把他的最擅长的嘴皮子给限制住了。原来你这种情绪的时候是皱着眉的呀。原来你没有这种情绪啊！下次你给我演一个。哎。委屈。你别咬嘴唇，你一直在咬嘴唇。那你想想是怎么回事？害羞。哎。哇塞。来来。不理解，我不理解，不理解。我也不理解。不理解。我在演什么？那是。不懂。不懂。五，那个名字随便说，随便蒙几个。我就想不到。啊，一，你看一眼。好难啊！愤怒，愤怒，我这是暴走的意思。可以。辛苦了。这些词语配上庞波的表演更难。就是你好奇，你应该这样。然后害羞，你应该。你害羞是。就是你在皱着眉的害羞。放过他吧，演员。恭喜子队，这一轮答对了三道题。哎呀，压力又给到你们。来吧，绿队下一组。脸部部位吧。脸颊。嘴角。你俩到底谁演？是嘴角吗？多猜几个。你多猜，你想想，就那脸上，就那一笑，就那点范围。里边，里边，溃疡。笑起来会有什么？笑笑笑，褶子，褶子。不要答他私人的一些东西。还有什么？笑起来。来，哈喇子。怎么了？晕了啊！这人工呼吸。过吧。救我！着急吗？着急，太着急了。幼稚。这个是溃疡，这个绝对是溃疡。这个绝对是溃疡，这是口腔溃疡，好痛！哎呀，你告诉他几个字？脸，一二三，腮帮子。对，你还是得告诉他几个字。睁眼了，眼皮，闭眼。一二三，鱼尾纹。哦，进入状态了。你真的应有尽有，真的，哪个都有。以前没觉得凯哥褶子这么多哈，褶子，这个游戏玩的褶子更多。这是啥呀？很明显了，超级多。超级多，也不到超级多的地步了。过。啊，这抬头纹，抬头纹是谁的？你没猜出来的。他这会儿没有刻意弄。俩字儿。李诞。哟。脸上一共就这么点儿，哎呦，我都急了。啊，睫毛。我这好难演。哎，对了，日出，哎，日出，哎，器官，器官，你想想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脸上有什么跟这个有关系的？脸上还能出来？我真的要急死了！黑头，有黑头，黑头，还有什么青春痘都能出。
我真的要急死了。三，眼白，二，一，太阳穴。好难啊！啊，看他答题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很辛苦，真的。现在抬头纹都直接在脸上汗着。我玩这题多两道褶子了。那我们挑战个体育吧。都行，来吧。龙吸水，铁饼，铅球，举重。还得是哥哥们。两个字。皮划艇，一看没玩过。竞走，田径，不一定是地面的。武术，这都看出武术了。过过过，可以过，过过过，我都迷糊了。俩字。篮球。拳击。对了对了对了，我一个得挨揍的，不是你得这样。俩字。游泳。哎。两个字。击剑击剑。击剑击剑。这有点难啊。哦，冰壶。哇，俩字。骑赛马赛马赛马。这样怎么赛马？俩字。怎么咬我一样子？武术。武术。那他这都带身体了。不算，这个这不算。没事，我们追不上你们。俩字。抽筋儿了。欠揍这个人。过了呀。台球。拔河。两个字。飞镖。求千尺。求千尺。五。四。吵架。三。吵架。二。一。哦，射击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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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。我都要笑缺氧了。紫队最后一轮成功猜出了八个词。哇，太厉害了太厉害了。也没追上吗？没追上没追上。紫队最后总计猜出了十一个词。绿队总计猜出了十二个词。恭喜绿队。啊，差一点差一点。开始。一号镜子，二号猫咪，三号灯塔，四号瑜伽，五号针管，六号帆船，七号冰雹，八号电脑，九号斑马，十一号辣白菜，十二号钢笔，十三泡菜，十四米肠，十五开关，十六轮滑鞋，十七毛笔，十八灯笼，十九电饭锅，二十熊猫，二一外星人，二二蜻蜓，二三签字笔，二四鸡爪，二五出租车，二六大米，二七铃铛，二八火焰，二九羊驼，三十汉堡。时间到。两个人画完都沉默了。Baby 大概有二十个画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持久以后就是雷同，都是脸盘子是吗？哦，孙珍妮画的很清楚哎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出题目，请问六号的答案是帆船，正确。请问十七号的答案是毛笔，正确。
OK， 请问十五号的答案是？开关。正确。嗯。请问二十四号的答案是？鸡爪。正确。请问十九号答案是？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十九号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孙珍妮回答。电饭煲。正确。哦。对。确实是。请问四号的答案是？不用，不着急，不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四号是这是蜻蜓吗？错误。瑜伽。正确。哦。格局要打开，格局要打开。我看一下你画的瑜伽，它确实像瑜伽。你画了个啥？二十五号的答案是出租车。出租车。错误。嗯，哥，你这干哈？你在这告诉人二十五是出租车。Baby， 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呀，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。是啊，是出租车呀。是啊，是啊。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，是的，是是的啊，是的，我们需要把序号改一下。我也想说出租车。晨哥刚才都质疑自己了。我说我差点要吃药了，我说我要排本了都，排本要了吧。二十五号出租车正确，请问十一号的答案是？出事了，出事儿了。我真不知道，出事儿了。这个是，辣白菜。正确。你画的这是辣白菜，我不会画。请问十三号的答案是泡菜。正确。好，最后一题啊，请问二十九号的答案是羊驼。羊驼。羊驼。正确。哦，第一局本队暂时领先。哦，你也很棒啊。哇，谢谢沙哥打样吧，沙哥不打样我就寸步难行了。沙哥，我留到后面收礼，收礼，不是收礼，收礼。我来吧，加油加油，来吧，你来，我最后。你俩又正面交锋了。我是画也画不出来，强也强，我也是。但你俩一样。我这个画画这一趴，我就要跟你证明，我们俩的 IQ 绝不是在一个层面的。立 flag 了是吧？请听题：一号冬瓜，二号跳舞，三号土豆。基本上这个想象的画面都是以圆为主。四号鸭头，五号零蔗糖酸奶，六号纸巾。七号高丽参，七号高丽参，八号延吉打糕，九号南瓜，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十三企鹅，十四油条。十五篮筐，十六棒棒糖，我们这里有十七哪吒，已经放弃了。十八范丞丞，十九荡秋千，二十相貌舞。什么什么相貌舞？那个转的甩头的那个啊，相貌舞。二十一闹钟，二十二刮风，二十三打喷嚏，二十四草莓，二十五魏大勋，二十六马桶，二十七电风扇，二十八灭火器，
29，超市30，哑铃。时间到。这是消消乐吗？大胆用方和圆，平常是几样东西同一个表达方式。这是啥？那咱们赶快就回答问题吧。这游戏主要比的是记忆力，来吧。请听题，请问18号的答案是？范丞丞。范丞丞。请问26号的答案是？26号马桶。请问17号的答案是？哪吒。正确。这哪吒你咋认的？请问25号答案是？魏大勋。请问4号答案是？鸭婆。23号答案是？哎呀，慢呀慢。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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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号还送呢，你说23号你说打喷嚏打喷嚏打喷嚏正确啊。哦，有场外告诉啊。14号答案是油条。油条要怎么画呀？15号答案是篮筐。正确。请问11号答案是？我这10和12、11、12都是差不多的一种感觉。这个十一十。我想知道一下，10、11、12东西差不多吗？10号通讯录，11号垃圾桶，12茶叶。哎呀，水桶，错误。垃圾桶，垃圾桶正确。12号答案是茶叶。10号。答案是通讯录。正确。真的画画很厉害。10号通讯录，11号垃圾桶，12茶叶。请问8号的答案是？程程。程程先抢答。你说吧。你就往这看，你能看出啥来吗？我问你，俩人都空的是吧？真行啊，看我俩都是空格出这个是吧？行，真棒。最后一题啊，请问28号的答案是？我知道。你说，你先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我知道。你说我听听。灭火器。灭火器。正确。太厉害。好，这一题封神了。输了咱们。他们答得多。你俩上。陆白神州。记不记得神州和陆白？哇塞，白多。你以后叫陆白吧，你以后叫神州。我不考俩三对。我画画剧来，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紧张。请听题：1号腰带，2号音响，3号黑板，4号茶叶蛋。5号电热毯，6号美人鱼，7号冰糖葫芦，8号开心果，9号报纸，10号三弹一乐，11号
鹰钩鼻。十二，大眼瞪小眼。十一号，鹰钩鼻。十二，大眼瞪小眼。十三，面粉。面粉。十四，流口水。十五，弹簧。十六，豆腐脑。十七，黑丝袜。十八，向日葵。十九，胡椒粉。二十，牛郎织女。二十，牛郎织女。二十一，小笼包。二十二，桌球。二十三，黑芝麻。二十四，红领巾。二十五，花菜。二十六，猫头鹰。二十七，火烧眉毛。太难了你。二十八，围裙。二十九，故宫。三十，蒲公英。时间到。平平，哎，昨天晚上你干嘛来着？是老师他老师。没事没事，你别紧张，你别紧张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这他俩这局巅峰对决，不提示啊！不，请听题，请问十一号答案是周深鹰钩鼻。耶、yeah, ，坐呀坐呀，都给我坐呀！那个眼睛最小那个，别跟他站着。请问十三号答案是面粉。周深先面粉。我先按的。周深是周深先亮的，周深先亮的，确实是周深。请问二十六号答案是猫头鹰。哎。周深猫头鹰。请问好，我们的你先说吧，说吧。白鹿生气了，你说吧。生气了，赶紧啊，你说吧。谢谢。你说行，我们不说了，你说。请问二十八号答案是不能提示啊，不能提示。围裙。正确。十四号答案是流口水。正确。Nice。十号答案是三。哦，三弹音乐。正确。请问二十九号故宫。正确。Nice。这都看出来。请问十二号答案是周深大眼瞪小眼。正确。巅峰对决。请问二十七号答案是周深火烧眉毛。请问十七号答案是白鹿。你猜吧。不急，咱有的是时间分析。有的是。这应该是个音符。三二一，请作答。黑丝袜。正确。耶，傻了吧，咱俩仨脑子都不出来一题。请问十六号答案是周深。这是电磁炉吗？你烦人。三二一，汤。错误。豆腐脑。这都看出来，太厉害。最后一题啊，八号答案是开心果。开心果。哎，白鹿跟周深打平，分别得了六分，蓝队暂时领先。派出你们队最强的人了。你们四个一起上，对付我们五个。你不去，你快点的。我快，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啊。请听题，诸位加油，诸位加油。一号
刮胡刀。二号鸡飞蛋打。哥，三号眼镜。四号怀孕。五号玩偶。六号蟑螂。哎呀，好像啊。七号肥肠。八号鸡蛋。九号蛋糕。九号蛋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。蟑螂。卷饼。小狗。高跟鞋。脸谱。梨。沙溢。哎。孙悟空。孙悟空是方的吗？龙。沙哥好像龙。二十九烤串。三十柚子。啊，柚子，柚子，柚子。这是三二一。柚子是啥呀？我们这组已经放弃了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就是你昨天说了好多词儿，他没见过，他不知道是啥。柚子是柚子，不吃过是吧？啊，主要靠抢，你主要抢。你我告诉你答案，你听我的。你这个特别我知道是啥。我也知道。没行。请问，十五号。高跟鞋，正确。请问，二号答案是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你别说，你别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别说。三，我糖葫芦。二，一，错误。鸡飞蛋打，正确。哦，这就这么一个，你看看，他就明白。请问，四号答案是？怀孕，正确。你这个话最好。十八号答案是，梨子，水梨，正确。十二号答案是柠檬，正确。请问十号答案是？我的反应好快啊！还慢了吗？卷饼，正确。耶、yeah ，继续啊！请问，好了，你回答吧。你说一说，这抱歉。请问七号答案是？肥肠，正确。七号肥肠，你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太大了吧？我看懂了。请问，八号答案是？土豆，不是。鸡蛋，正确。呀呀！哦，二十五号答案是沙哥。孙悟空，正确。二十八号答案是白鹿，沙哥。白呀，白鹿是替我拍的，我手跟不上。我们这儿有拍，有替拍，再拍。站，我站姐。二十八号答案是龙。拍体。龙。正确。最后一题，请问，开。十六号答案是洋娃娃，正确。输了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